袁总你好，我是公司实习生谷小姐，喝多了，我把她送回来。怎么在这？顾乔，我喜欢你。你疯了吧？是袁哥大呢，还是顾乔大？顾乔大点。哦，大几个月。我呢，要是跟顾乔成了，那你是不是得喊我姐夫啊？啊，姐夫？师傅，你别听他的，杜炳文。杜炳文，姐姐，你什么时候才放假呀？怎么了？我想让你跟我去找妈妈。那这样，姐姐现在去问你爸爸、你妈妈在哪，然后带你过去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吴小姐，你了解我的家庭吗？你知道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做主，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？以后你不用再来了。从今天开始呢，你就正式成为我的助理了。GK 这个事情呢，我派你去。这是我做的 Lisa 的宣传方案，我觉得比较符合 Lisa 目前的需求。每年都有这种不能装懂的土豪爸爸。是啊，好赖都不分，一通瞎扯。